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。等我开始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。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哦，你又擦肩而过。那几天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